你们不都说我山猪吃不了细糠吗？我今天必须得挽回一下子我这个形象。这个系列就叫排球吃细糠。这有没有熟的呀？牛排来一个，全熟。菠菜黑松露，这啥味儿啊？这个焗大虾好啊，焗明虾好吃。还有寿喜锅啊啊，没事儿，没关系。今天不是奔着吃饱来的，今天主要是见世面，享受品质生活。毕竟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品质的自助餐，我饿了一天了，应该能吃回来吧？点这老些生的干啥呀？这一盘子我就敢吃那个三文鱼啊！尝一下，挺细这个汤。菠菜我是看见了黑松露呢。他说是黑松露汁儿，是我太山猪了吗？黑松露啥味儿啊？一股酱油味儿啊！那就是用那个一滴一滴的黑松露汁。哎呀，这牛肉真小巧，全熟的牛排，把我那个爪爪拿过来当眼睛吧，优雅吗？哎呀，这大虾，什么汤？乌龙汤，好喝呀！有碗吗？直接啊啊！他、啊、这点上就是碗，上来个壶，我寻思没有碗呢，一整个就是优雅住了，这味儿有点熟悉。这不就是那个小鸡炖蘑菇的味儿吗？好想泡大米饭，我看看里面有没有蘑菇。哎呀，我这个手指甲真是，这不就是蘑菇吗？就这么一颗颗，一股蘑菇味儿，让我感受一丝这样海参小米粥。它俩搭配有什么意义？它不如把海参跟那个小米粥给我分开放，有点咸还能把这个粥给顺下去。这个黑椒虾仁子，哎呀，哎，黑椒虾仁好吃。瞅瞅这个橘虾，哎呀妈，这虾怎么？多好吃啊！放芝士，突然觉得腻。啥呀？鹅肝呢？整这么大个盘儿，你说说底下是啥呀？黑了不秋的，这就是细糠吗？他们那桌吃的是啥面呀？我想吃。这面看起来真香。哇，隔壁桌眼光不错呀。